看看新闻网。香港无线视后张可颐最近出席微电影《沿途有你》的首映活动，她在片中出演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女强人，一度是无法脱戏。张可颐透露，压力大到无以复加的时候，会通过疯狂购物来缓解。是刚刚有一个记者朋友问我，就是减压有什么方法，我去购物也是个蛮好的方法。话说女人缓解压力的方法真简单，说白了就是刷爆卡，心情好。可是刷卡也得有个度嘛，像张可颐这么刷，月底收到的账单压力会更大吧。每个月到月底的时候收到单的时候，我就很怕，就是哎，我什么时候刷了这么多卡会这样子出事了。给我手机六位也试过吧。